啊，现在不是都换成 SSD， 然后传统的硬碟啊？那你都拆下来？对啊，都拆啊。啊，都坏掉啊？没有啊，都好的啊。你要用，但是啊，有壳吗？还是是裸露着？裸露啊？没有，那我怎么带出去？啊，你就自己买一个壳装一装就好、欸，或者你原来有那个壳就可以装啊。那是不是有没有卖那个单独前面那个的？有、啊，有一小片这样的，然后我就可以插。有啊，应该有啊。那你买那个就好了。对啊。可以可以。